冷锋，男，军衔，中士，岗位狙击手，因在执行任务中擅自行动，根据纪律条令予以行政看管。2008年8月7日，据线报，在南疆边境某地，有犯罪团伙秘密进行大规模人体逮捕，手段残忍，影响恶劣。战区决定派遣特种部队与当地缉毒警方展开联合行动，抓捕该犯罪团伙。作战部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向目标发起攻击。快上车，快上车。行动！正面强攻！我出来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开枪啊！啊！给我一辆车，我现在就要一辆。退后！这个电路建于上世纪60年代，用来储藏危险品。整个建筑进行了特别加固，墙壁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模式硬度达到8。我们这次携带的武器无法击穿，而在城市反恐中，使用大口径反器材武器无异于屠杀，所以我们没有携带。停止攻击！所有人停止攻击！别开枪！退后！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开枪？报告首长，战友受伤，时间不容耽误。你先把人质给我放了！跟他们我拖延时间是吧？啊！我要你下去了！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会开枪吗？啊！怎么回事？谁开的枪？谁开的枪？啊！狙击手，没有命令，没有命令，是不是我枪崩？枪崩了？冷静，冷静，冷静！杀人什么感觉？我去人质！怎么又开枪了？等我，等我，等我！他把你枪崩了他！你冷静点儿！冷锋，你等着快进兵吧！我没有杀人的感觉，只有救人的感觉。
救出战友，感觉很爽。你感觉很爽？是的，战场杀敌，职责所在。你开枪有多大把握？50%。那另外50%呢？在我这里没有另外50%，我赢了。好了，你可以回去了。报告。行。请问是回原部队吗？回什么原部队？禁闭室。Mindong, you are under arrest for drug trafficking, human trafficking, weapon smuggling and aiding terrorist activities.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used against you in a court of law.终于帮你干成了一件大事儿，你赶快给我回来！哥，你看你，我说了，我一定能帮成你。武进，你快跑！你没准已经让中国警察给包围了。哥，你别吓唬我啊！还中国警察？警察？哪儿呢？警察！警察来了！别动！别动！别动！哥，救我呀！哥，救我呀！谁开枪啊？我是人质，谁开枪啊？都是这人质开枪！我弟弟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太想证明自己了，这才冒冒失失闯入中国，想做些事情来证明给我看，没想到啊，把命送在了中国。A Chinese guy?
不要小看中国。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 China， 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 When they meet me, then they'll know what they're up against. 有人认为军人违抗军令，就应该脱了军装滚蛋回家，也有人认为你应该被破格提拔成为军中的精英。我认为你有50%的机会会被赶出军队。我认为会有50%的机会留在军队。在我这儿没有那50%。听说过战狼中队吗？听说过，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还有呢？战狼中队由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组成，装备最精良的武器，模拟外军特种部队战术，不断挑战我军各精英部队，用尽方法重创他们，锤炼他们，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军中禁止饮酒。你现在还算是军人吗？喝了就能算吗？也许。请问您是哪位？我叫龙小云，现任战狼中队长。为什么当兵？当兵后悔2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真话？真话。再喝。再喝。您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呢？你会吐真言吗？会。好。您想知道什么？我想看你喝醉酒什么样。我从来没喝醉过。我3岁开始喝酒，5岁撞派两个比我大6岁的男生，12岁酒壮怂人胆，偷看女生洗澡，17岁。17岁怎么了？你爸不管你吗？在我出生之前，爸爸就搬离了我们现在的家。妈妈想要孩子了，就叫爸爸到家里来，请爸爸喝酒。爸爸喝醉了，就有了现在的我。你们可真像！虎哥，你怎么又打人了？排长，
帮弟弟一个忙，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这饺子可是个刺头啊！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呢。那好，明天见。明天见，老师傅。叫哨兵，战狼的副队长。副队长好。我不喜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狼，群体动物。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或一头老虎，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要团队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炫耀个人能力。是。说到个人能力，我的队长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狙击手。可是我真没看出来你有什么优秀。那您看出什么了？如果这是战场，你已经身陷重围了，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你还当什么狙击手？如果这是真正的战场，临死之前你最后的遗言是什么？报告，没有那个时候。理由：无障碍开阔隔离带，装甲车、坦克。如果这种防御还能让敌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挖掘战壕隐藏，而我又正好在敌方预伏陷阱正中心降落，只有一个理由：您带着所有部下一起叛国了。
对待叛国者，我们通常会问候他的祖宗十八代。是个刺头，像我们蟑螂。这个距离啊，不是打起来，就是要接吻。有话您直说。余飞，走，他是你的了。是。我是你分队长，我叫余飞。分队长，俺稀罕您，欢迎来到战狼。咋样？战狼的欢迎仪式，牛逼吧？知道为啥吗？为啥？老天爷！告诉新来了，俺们中队的座右铭是啥呀？谦虚。真没觉得。嗯。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老师啊，把自己的作战指挥室交给龙小云那个丫头，带着我们坐在指挥车里满山的跑。老师，您辛苦了。已经有四个老伙计被他齐齐斩首，我不想成为第五个。我先让自己的指挥部移动起来，我倒要看看蛇眉那七寸他龙小云怎么一招制敌。冷胖，讲讲你三枪的故事。说话要谨慎啊！是三八，什么事都有你。是死三八，不是死三八哎！这个二愣子，刚到战狼的第一天，就当众质问：这么彪悍的部队，怎么队长是一个娘们？后来被整了十七八次，老实了，说话小心点啊！红队是你的，你的就是娘们。我没说错吧？女人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当队长了？要我说，没有龙队就没有咱们战狼，是不是？没错，三八说的对。哎，你那领教过的，要我说，这种女人就缺被男人征服。被什么样的男人征服啊？就缺我这样的男人征服。怎么征服？怎么征服？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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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有防空武器拦截。返航，投放诱饵。跳伞，跳伞高度300米，注意安全，新兵加入，尽快磨合。是是。报告，发现敌伞兵大规模空投。首长，这可是二战期间大兵团作战才使用的战术，这明显是个诱饵。如果伞下面挂的是高爆炸弹，落在我们阵地上，我们就会伤亡惨重。一旦命令开火，我们的防空火力就全暴露了。冯冲暴露给他们。命令地面防空部队全面开火。是。
夺取蓝方指挥权限。报告，红军已经侵入了我军的作战指挥系统。还有呢？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作战部队的指挥权。问问炮团什么情况？是，接兵的。龙小云趁着我们侵入指挥系统，敌我双方临时建立虚拟通讯线路时，用相同方式向炮团发送了作战指令。我们的一个机械化步兵团已经被自己的炮团歼灭了。有点意思。秦姐，干得漂亮。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丫头还往我们的指挥系统里植入了一个病毒。如果刚才那个电话打出去，不出三分钟，炮弹就砸到这儿了。好戏才刚刚开始。老师，你现在可以直接指挥蓝军了。哼，模仿外军特种部队的作战方式，我这20年研究的就是如何对付外军。报告，发现团级作战单位。报告，又发现两个团一级作战单位。假的。报告，和副队长他们之间不能取得联系。龙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哎呦，这个太假了吧。哼，对方就是让我们认为这是假的，才会把真的放在这儿。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所有人注意，动作一定要快，完成任务后到决定地点集合。是。如果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会把真的放在假的里面吗？你这是在怀疑龙队的指令？我了解红军指挥官，我觉得九成是陷阱。执行命令。如果这真是假的，战狼就输了。战狼就没输过。我才刚开始喜欢你，现在我对你很失望。服从命令。士兵，哎，冷风刚从红军那边过来，对他们作战风格肯定比咱们了解。要不我带着冷风和三八在外围策应那边。嗯，演习结束后离开战场吗？完了，我就说是假的吧。装甲车、坦克，我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进入敌方预伏陷阱正中心。少爷，你带着部下集体殉国了。这小子不错啊，想办法把他挖回来。他是战狼中队的副队长，你一定把他给我整回来，把探路鸟收回来。是。就算咱仨现在冲下去，那也不够他们塞牙缝的。哎，战狼这次真的输了。
这个不会也是假的吧？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哎，三二一到。走光了。旅长，别问我，我已经阵亡了。报告，阎锡道演示判定，红军指挥官被我军狙击手当场击毙。李继军到，把人抄出来。是，接过来给我走。是。打开视频，切断通话，我要让龙小云看着他的手下一个个消失。是。作战部队通讯视频已恢复，但无法发送作战指令。龙峰同志，我来采访一下你啊。把自己老领导打败是什么感觉？以后你会不会也这么对我们啊？老师长说演习就是实战。哎呦，说实话这次真没人听得见。我们不会再害你嘞。演习就是实战。呸。实战打的都是空冒弹啊。啊，我来当兵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呢打来打去的。跟俩过家家似的。打啥仗啊？打仗啊，在家回个老婆孩子多好啊。我闺女嗯漂亮吧。嗯。嗯，又把我未婚妻照片随便给别人乱看。哎，我闺女才两岁啊，你都不放过，叫爹吧。爹，小兔子。是少队。啥情况？蓝，蓝来了。其他人呢？全部阵亡。还有，不就是几只狼吗？联络最近的直升机，直升机都归红军调配，我军正和红军处于交战状态，立刻通过公共频道联络红军指挥官。战备直升机已经起飞，三十分钟左右到达。李志军，李志军，马上增援战狼中队，他们遇到大麻烦了。没见到。站住！啊！
Listen up. We've found the target. However, he's surrounded by the entire army of the PLA.指挥官都被击毙了还追啊，这不是玩赖吗？这不公报私仇吗？不行，我要向领导汇报。刚离开原部队就将老首长一枪击毙，我要是你连长，我得弄死你。老首长说演习就是实战。疯子，你想太坏了。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我们连长下手可黑啊。大家注意，有实弹，有实弹，这不是演习。马上联络指挥部。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由外军入境，请求武装直升机载弹支援。Reinforcements incoming.
我闺女，闺女，漂亮吧？They're back. Yo, mount up. Let's roll. Yeah. So, how was he? He's as faulty as his weapon. That was easy. I'm sure that sewer food will kill me before they actually do. Do not underestimate them. Remember, they're unarmed. A simple snatch and grab, man. You should have just killed them. Now we're just kicked to the hornet's nest. Exactly what I wanted. Monkey, how's your knee looking? Everything's good to go, man. 报告一号，三星发现目标。Shit's about to get real. Was this a part of your plan too? Gentlemen, show's about to begin. Boss, that was interesting. Let's go, let's go!这是一场由境外雇佣军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武装入侵，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演习，转为实战，配合武警部队全面封锁边境。龙小云同志，你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指挥。是，我们截获了一段卫星电话通讯，已经证实有外籍雇佣兵入境，而且幕后的策划者很可能是一个叫敏登的国际掮客。敏登，他是被冷锋击毙的武吉的哥哥。奇怪的是，根据当时截获的信号，他已经入境了，而且就在边境附近。老猫呢？他人呢？老猫忙着呢。不是说这次行动他亲自押运吗？他忙什么呢？老猫忙着和老鼠相互了解。老猫，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参加过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退役之后加入了国际雇佣军组织，目前是身价最高的，也从未失手过。
他的手下也都是来自各国特种部队的老兵。敏登派这么精锐的佣兵来，就是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就是为了来抓一个中国士兵。敏登是个商人，他亲自入境，和老猫同时出现。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飞行员冒死抢救回来的电板，石墨粉。他们在火箭弹里添加了大量的石墨粉，这种东西只有千分之一毫米，一旦爆炸就会进入电子仪器，造成短路甚至电弧燃烧，短时间内在空气中不会消失，飞机无法进入。通知相关单位，对丛林实施人工降雨，一个小时内用大雨把石墨粉通通冲刷干净。是。我们分析，老猫杀害了我方士兵，应该知道我们会封锁边境，所以他现在逃离的路线只有这一条。这片丛林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雷区，这里遍布着大量的地雷、未爆炸弹和防散兵到此沟。为避免我方人员伤亡，我建议使用覆盖式轰炸。同志们，看着你眼前牺牲的战友，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战书，是向中国军人的挑衅。再过六个小时，敌人可能会穿越国境线逃出中国。现在我命令你们，把失去的尊严夺回来。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你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会调动战机，对这片区域进行覆盖式轰炸。我们将要守护的这个地方终年荒无人烟，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战斗，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来到这里。这里没有青山绿水，没有金银宝藏，可是在我们军人眼里，这里是最美的地方，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
是我们必须用生命和鲜血誓死捍卫的地方。现在，让我们以军人的尊严宣誓：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敬礼。Alpha, hold one. Bravo, bound back. Eyes on the brass. Put him down, just wound him. Ah! 敌方的狙击手，火力压制！哇！一连中双枪。敌不在火力范围之内，狙击手，我们的狙击手在哪里？高，
兄弟们，求你们件事儿，帮哥哥一个忙，给我个痛快。排长，帮弟弟一个忙，求你了。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谢谢。再逛金币吧，他怎么样？死不了。他交给我，你们继续一回追击。他要干什么？一名资深狙击手最快需要2.5秒，我2.3秒。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报告，请求行动。行动。Change position, move to high ground. 走。Target 10 o'clock, moving fast. Take him. Take him out now. 到。
到。到。冷风。冷风，你没事吧？妈的，不打头。那你得先活着回来。
走，快走！什么？十三八，你不会真的死了吧？星星啊，十三八，梅斯也被你咬死了。谁叫你枪法那么烂呢、啊？疼？你不疼吗？我忍着。警方传来敏登的照片，当时他正在和某生物制药机构负责人碰头。生物制药。一个月前，我们一家中老年疾病预防中心被商业间谍侵入，成功地窃取了海量的志愿者血液样本和变异病毒的基因数据。如果这些样本和数据落到了所谓的这家国际生物制药公司的手里，那么他们就会根据中国人的基因制造出只在中国人之间传染的疾病，甚至可以让新生婴儿的畸形率达到万倍以上。基因武器。这是老猫发来的中国军队的边境布防图，他说边境已经全面封锁了，让咱们把真正想办的事情自己想办法办了。《冷风采》的是八二型防步兵地雷，爆炸方向180，扫射面积30立方米，杀伤力98%，地雷内部装有100颗钢珠，人工排雷的成功率极低，地雷上方的压力变化不可以超过500克的范围。安静。冷风，你听我说，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我等你回来请我喝酒。
冷风，冷风。冷风，回答我，冷风，你没事吧？冷风，冷风。妈的，疼死我了！啊，陆小元，你有男朋友吗？他问你有没有男朋友？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他没有。十三八，要不是你，我早就干死那个大胆者了。我叫十三八，不是十三八。哎，童子，一定要找到冷风。哎，放心吧，我一定找到他。腿是吧？You know, I gotta admit, you might not be the smartest soldier I've ever seen, but you are the bravest. 你还会讲中文吗？我操！
yourself the mercenary red zone. You're nothing but a bunch of boy scouts. 告诉你，你们家到中国就别想出去。Look at you. You ready to die for your country? Huh? Well, I've got news for you, bucko. It doesn't make a difference. Doesn't make a difference. Wanna know what I fight for? Money.冷锋同志，一定要坚持住啊！来呀！
夏总。美的地方都有故事，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是冷风让我交给您的，他也遇到为师大员，他冲上去救回了战友。他让我告诉您，冲上去被打死很容易，难的是背负着内疚和使命感继续活下去。白家，求你个事儿，帮弟弟个忙，给我个痛快吧，谢谢。首长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啊！我见过你爸了，满意吗？我老了比他还帅。你脚下那颗雷是怎么排除的？啊，我有点一时想不起来了。要不，你再请我喝顿酒？你等着关禁闭吧。这里有风雨有冰霜，这里有热水有力量，这里有眼泪有悲伤，这里有汗水有坚强，这里有生命有希望，这里有男儿当自强。要的就是痛快，让人有痛快。没事啊，没有谁能被打败，一份这样的难为你，这样的痛快，这样的风采。没有谁能抵挡一种真实存在，燃烧汗水的豪迈，就算最后离开，也是因为关乎你说你来不来。没有伪装，没有假象，没有欲望，没有白马，没有沮丧，不知从何，没有绝望，我知自己安全，我宁怎么办，不要自己冒险。啊 ，sorry。我操！我操！我刘雷，你知道哪方面？我再战侦查。呸！重来，请求之中一。呸！我来。过了吗？刘雷。要的就是痛快，让人热血。战狼分队。由我军，呸，不断挑战我军各个军种。后面词儿不太顺了。您带着所有部下
太诡异了，这我没事。指挥官被我方击毙者举手击毙。二三。杀进了。